毛小孩变医生，逗乐阿嬷超可爱。你要说狗狗是动物医生，老大呢，他就要在我妈妈的右边，老二呢就想要到我妈的中间，那这一只怎么办？就打到最后，我妈只好拿棍子出来。好可爱呀！互相陪伴跟监督哎。对，看完《市井豪门》后，请锁定《姐妹亮起来》。本节目由消费高手好关键 DX 冠名赞助播出。